凶器 Part Two， 这个凶器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会建议大家麦克风哈、不要装这个位置，装在这个位置，因为你看它会弄车啦，哦，弄车呢心情就歹啊，起码麦一半嘛，我来讲，起码麦一半，麦一半呢就无好啊哈，啊，好几种装法跟大家讲一下哈、来装这里。不会干扰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有 ，boss 发明的一个位置，这边装这里也不会干扰到。所以呢，装麦克风要先克服干扰的问题。好，这里只适合装一些小东西，或者能够折到这里来。我再发明个东西，让它这样子可以倒折过来。好，宏宇，去麦，帮我拿一个那个转角螺丝，这个螺丝打洞的。然后我要让它转角，好，待会再发明一个转角螺丝给大家。好，凶器这一代的凶器呢，完完全全规划在一个角度，就是说它的弹簧变得更软，那么作业的空间变大。好，低角、高角，省力区域在这边。哦，刚才你跳恰恰安尼哈，就舒服的，无啥会去舔到。好，跟大家分享凶器。